掉坑里了。快了快了，茅房里没有纸，叫店小二拿一点过来。不会抓把树叶吧？小二，送纸。来喽。客官，给您纸。想不想挣这钱？想。去襄城找警察局局长匡雪莉，告诉他保护好王朝云。你去以后他会再给你20块大洋，记住我叫方东。20块？客官，您这味儿太大了，上火了吧？多喝点水吧您。还没拉完吗？您这兄弟上火，我差点没晕里边。你怎么搞的这么慢？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，您请。我都憋回去了，吃东西。